哥哥，这些菜都是您最爱吃的哦。哥哥，你已经一整天都没有吃饭了耶。哥哥，今天求您吃一点点好不好？我吃不下。哥哥，再这样下去，您就会枯萎，会憔悴，皇上就不会喜欢你了。那不正好？哥哥，这个罪就让亲戚来替您受好不好？这个罪是我自作自受，没有人替得了。你也不用跟着我受这个罪，我吃不下，我绝食，你不用跟着我一起饿肚子。哥哥不吃，亲戚也不吃，饿死也没关系。好吧，那你就陪我吃一点。怀玉，怀玉，怀玉，你开门呐、啊，开门呐、啊！怀玉，你这是何苦呢？难道我们要一直僵持下去？我永远忘不掉一个口口声声说爱我的人，竟然下旨杀了我最亲爱的哥哥。怀玉，这人罪过再大，都还有勇气来面对。逃避是没用的，让我接受你可以，除非你让我哥活回来，我就答应你。怀玉，你这不是存心为难朕吗？难道你就不能体谅朕身为一国之君的苦衷吗？你只在意你自己的处境，从来不替我想。怀玉，难道我们非得隔着门说话吗？你开门好不好？开门呐！不，我不开门。怀玉，怀玉，这命令你开门。就算你杀了我，我也不会开门的。怀玉，怀玉，你开门呐！开门呐！哥哥，就让皇上进来吧。姐姐，快，快帮我一起顶着。怀玉。怀玉，你开门呐、啊！怀玉，开门呐、啊！怀玉，怀玉，开门呐、啊！开门呐、啊！啊啊有死理，莫名其妙。皇上一个人，真是天赐良缘呢。等下，等下，等下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冷静点。阿雅，头得抬高，颈要挺直，身材才会突出，脚要走直线，才会有气质。不必多礼。谢皇上。雅哥哥不习惯宫中礼节，就不必多礼了。谢皇。
没什么，朕自己不小心撞到墙了。可是皇上，我又没有瞎，那明明不是撞的，那个伤口像是被东西砸到的，痛不痛？雅哥哥眼力好，朕也不瞒你，这是被东西砸到的。既然有人敢拿东西砸皇上，这个人一定来头不小，她是个女人吧？是我上辈子欠的债，这辈子来还的。是怀玉哥哥吧？不要告诉任何人。嗯。我没有不要告诉任何人。嗯。都说打是情，骂是爱，还都打出一道伤口，可见爱得有多深哦。